作为一种现代人司空见惯的疾病之一，你是否有真正重视过？当你发生了呕吐、恶心的时候，它可能才提醒你要养胃了。那么，胃病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胃病是一种多病因疾病，诸如遗传、环境、饮食、药物、细菌以及吸烟、过度饮酒等都可引起胃病。上述这些因素可导致胃酸过度分泌而破坏胃十二指肠的保护层，从而产生溃疡。有现代理论认为，幽门螺杆菌是胃病的主要原因。幽门螺杆菌是唯一能在胃里存活的细菌，它寄居在胃黏膜上，感染着人的肠胃。它是公认的感染率比你高的致病菌，在人群中的感染率高达 50%。 有胃病的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后，其患胃癌的风险也增加了 3.2 到 11.7 倍。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幽门螺旋杆菌定义为第一类致癌因子。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你会出现这些症状：口臭、腹胀、打嗝或打嗝、恶心、呕吐、腹部不适和疲劳。大家都会觉得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话，吃药会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幽门螺杆菌会很快产生抗药性，三联疗法、四联疗法、习惯疗法、补救方案。有的病人几经抗菌仍然能够检测到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有的病人治愈后又会再感染，吃药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日常注意饮食以及生活习惯是至关重要的。推荐几种有效的食物来日常管理幽门螺杆菌。一、卷心菜。卷心菜有抗生素作用，可杀死包括幽门螺杆菌在内的多种细菌。每天喝四分之一个卷心菜榨的汁，三周后可减轻由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造成的腹痛，并有助于两种溃疡的愈合。二、大蒜、洋葱。大蒜、洋葱可抑制幽门螺杆菌繁殖。新鲜大蒜比较辛辣，杀菌能力较强。坚持每日吃饭时生吃一个紫皮独头大蒜，抑菌效果明显。适用生大蒜的人群，胃癌发病率非常低。原因是大蒜、洋葱能显著降低胃中亚硝酸盐含量，减少了亚硝酸胺合成的可能，因而起了防癌效果。三、天然的杀菌剂桑葚。有人可能会说啊，桑葚，笑话，我小时候村头常摘，怎么不知道它有这个功效？或者说，嗯，我了解过桑葚这个东西，知道它可以补肾益精，无法凝目，滋肝养胃，在这些方面它是很有效的，但是还不是很了解它的除幽门的功效。好，谢谢这位各代表发言。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说桑葚在除菌这方面的作用。桑葚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拥有18种氨基酸以及多种蛋白质营养物质，它的营养价值是苹果的6倍，感觉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应该改成了一天一桑葚，效果在苹果。更值得关注的是，桑葚中含有一种天然抑菌剂花青素，花青素是非常强效的抑菌剂，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细菌粘附在胃壁，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花青素本身具有抗炎症和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不会引起细菌耐药性，更健康更安全，对于胃炎、胃溃疡形成的陈旧性病灶有愈合平复的神奇作用。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psilon 近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psilon 近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 px height 162 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PGC content title font size 18 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idth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 content.desc font size 14 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 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 e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 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 px color 485959 padding top 18 px line height 1 em PGC card.buy width 75 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 px color 540599 font size 14 px text line center PGC-BUY-TEXT padding top 10 px PGC-ICON-BUY height 23 px width 20 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 static compgcvrpgc 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 4dla png 吃桑葚也是有讲究的，要在饭后吃，还得用温水冲泡，差不多40摄氏度，泡5粒就好了，坚持吃一段时间，上述症状会慢慢消失的。点击上方链接，进店选购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